久的制陶历史，以及铸铜、铁、锡、锑等金属的历史。云南人善用土陶，善用金属，甚至善用自然赐予的一切材质来制作器皿并烹饪食物。他们掌握着万物相生相克的朴素哲理，生存于自然而施法自然，结合传统智慧，就地取材，做成各式各样的炊具。这些炊饮器具为云南的食材烹饪提供了丰富的样式和口感，也保留着传递着云南饮食缘和美味诱人的秘诀。在云南青铜文化的发源地滇东江川县的星云湖畔，一场有关鱼的盛宴正在上演。以做全鱼宴闻名的这家餐厅，厨师们能用鱼做主要的食材，一口气做出200多道菜。这些品种丰富的湖鲜，让远离大海的云南高原人有了品尝鱼鲜的机会。哎，回老大起个走路。冬至前后，一年仅有一次的星云湖开鱼，吊足了渔民们的胃口，也招引来了很多围观的人。今年参加开鱼的渔船总共有600多艘，来自湾河村韩龙华家的渔船几乎是跑在第一位。跑在前面不仅意味着撒下的网收成更多，同时也是人丁强壮的荣耀。但是跑在前面也不能保证就能网到鱼，撒网捕鱼就好比一场赌博，能不能中很多时候是经验加上运气。就在星云湖的开鱼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湖边星河嘴村的杨师傅也开始了一天的劳作。杨师傅善用左手打铜，所以有个外号叫老左。对于有着上千年青铜历史的江川人来说，杨师傅驾驭铜器的技术仿佛与生俱来。一片铜皮在他手里经过5-6天的千锤百炼，慢慢就成了一口锃亮耀眼的铜锅。机器制作的铜锅要便宜一些，但是因为手艺精湛，慕名而来寻访手工打制铜锅的人不在少数。为此，杨师傅每年要打制200多口铜锅。这些铜锅最主要的功用就是用来做铜锅鱼。浇上一道咸甜辣清楚了，你烧点开水倒是甜的。韩龙华带领大家开始收第一网鱼。按以往的开鱼经验，大家都知道，在600多艘渔船的围堵下，收成最好的时令只有3天。过了这3天，湖里的大鱼就基本绝迹了。所以，这第一天的第一网鱼，事关接下来的士气和希望。你都有几个？第一网鱼不负众望。船上的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撒网的、划桨的都格外有劲。铜锅鱼从来都是江川全鱼宴的主角。由于铜的传热力仅次于银，胜过常用的铁锅，所以用铜锅煮鱼能更好地保持鱼的鲜味。有经验的当地人尝一口就知道这鱼是不是用铜锅煮的。
这种用当地的山泉水熬煮，里面只放几片姜和几段白葱的做法，和云南菜酸辣浓郁的风格似乎不大合拍。但是当这一碗碗火辣辣霸气十足的蘸水摆到面前，铜锅鱼的味道就要回归到云南菜的谱系里来。善用铜器的云南人早就谙熟了铜锅活跃容易长铜绿的脾性，盛放在铜锅里的食物一般不会超过三个小时，更不会在里面盛放隔夜的食物，所以在更多的时候，铜锅更像一个被精心擦拭保养的高贵工艺品，放在角落里发着深沉的光芒。经过湖面上三个小时的劳作，韩龙发家的渔船终于满载了。船舱满了的时候，早晨四五点钟就起床出门的打鱼人肚子也饿了。韩龙华果断地指挥小船往湾河村的家驶去。按当地渔人家的规矩，妇女和孩子是不让上船的，所以妇女和孩子们就只能等在岸上，翘首等待打鱼的人归来，或者带来好消息，或者带来不太丰收的失落。韩龙华家紧挨兴云湖边，前几年响应退耕还湖，家里已经没有了耕地，开鱼这几天卖鱼的所得是一家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到了，在那。在那。哎，那就真的。一年一度的开鱼让喜好尝鲜的人慕名而来，沿湖路上自发形成了熙熙攘攘的鱼市。韩龙华家刚下船的湖鱼因为品质好，很快就被买走了大部分。第一船800公斤鱼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所剩无几。时刻，有的人家甚至比过年还热闹。吃着自家网到的鱼，幸福满足的感觉洋溢在农家小院里。在云南人的食谱里，只用来煮鱼远没有让铜锅完成使命，而兴云湖的鱼如果只能用铜锅来煮也不免单调了些，所以云南人想方设法把湖鲜赋予更加独特的烹饪方式。这一口大石锅就能把来自高原湖里的鲜鱼煮出另一种气势来。锅盖能严密封锁任何一丝热气，在蒸汽的作用下汤很快沸腾，用不了三四分钟，一锅汤色雪白味道鲜美的石锅鱼就在雾气蒸腾中做成了。同样霸气火辣的蘸水调和了肉汤的腻味，让一如既往喜欢辣椒的云南人找到了牵挂的慰藉。
香喷喷黄灿灿的铜锅火腿洋芋饭送上来，惊叹的情绪将达到高潮。原来铜锅也能和稻米、土豆和火腿结合，铜锅、石锅的匹配，鲜甜和鲜香的融汇，让每一个味蕾都膨胀起来，自然元素赋予了美食理念，也在炊具的调和下奏鸣出了最完美的乐章。早晨九点钟，阳光刚刚洒满和顺古镇的大街小巷，串静华和小姑已经从城里买菜回来，到和顺游览的旅客丝毫没有因为进入冬季而减少。和顺是串静华和小姑打小生活的地方，古老的牌坊和双虹桥是和顺的标志性建筑，景色美丽，游人络绎不绝。但这一切对姑嫂俩已经是司空见惯的情景。距离和顺古镇四公里的满意村，张鹏家里一大早就忙碌开了。临近过年，来定制土锅子的人家会更多，趁着阳光好，好晒泥坯，张鹏一家得赶紧烧制土锅子。段金华嫁到的李家曾经是和顺的大户人家，道光初年，李家的祖人和别人合伙成立三成号，是腾冲第一家跨国经营商号，生意做到了缅甸各地和昆明，这块大匾也是慈禧太后御赐的。冬天吃锅子菜是腾冲人家的传统，为了这一顿隆重的菜品，主妇们必须忙碌上大半天。和顺的村子旁有好几所这样的洗衣洗菜亭，是当年经商在外的男人赚了钱之后筹资出资修建的，其意是不让故土的母亲妻儿们洗衣洗菜时受到日晒雨淋。直到今天，串金华和后辈们还能享受到祖宗们的庇护。做土锅子是一个精细的活计，每一个部件和步骤都要仔细谨慎。泥坯完成后，要在阳光下暴晒几天，才能入窑熏烧。烧前的搭窑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十分讲究。如何让每一个土锅子的每一个地方受热均匀，熏烧后色泽硬朗明快，搭窑都是关键的环节。用热猪油把青菜杀青，去掉青菜里的苦味和生涩味，黄笋用热油炒香，使得味道更加浓郁。倒入芋头、胡萝卜，组成一锅底料，加入猪排骨熬成的肉骨汤，就可以加火熬煮。等到芋头、青菜、胡萝卜熟透，这些食材就要转换炖煮的地方，成为名副其实的锅子菜了。经过三个小时烈火浓烟的锤炼，张鹏家的土锅子终于出炉了。从灰烬下完整的堆砌状态看，这一窑土锅子烧制很成功，没有一个损坏烧坏的。这时候就需要全家上阵了，因为要趁热把熬好的紫胶仔细地涂抹上去，以保持土锅子光滑不渗漏。再在阳光下晒上几天，土锅子就能搬上餐桌了。在基础食材上加入一层炸得焦黄的酥肉，是为了让酥肉的香气进入汤汁里，同时酥肉经过汤汁的软化不再燥火，食物经过中和不刺激喉咙肠胃，用腾冲当地俗话说叫不伤人。铺上一层经油炸后泡软的猪皮，一方面能吸收多余的油脂，同时使得猪皮口感更好。
最后点缀上熟的火腿、蛋卷和青豆米，再用上唯一的生佐料葱花作为点缀，一锅姹紫嫣红的锅子菜就算完成了最后的工序。等拉车的丈夫回家，锅子菜也煮得恰到时候，热气腾腾，却不会沸汤滔天。滚烫软滑的芋头粘合了所有的菜蔬，胡萝卜的甜味中和了青菜的辛苦，酥肉和蛋卷被热气熏得软糯，香气随着热气融到底层的菜蔬上。而土制的锅子更是给了食材不大浓烈但是绵长持久的热度，所有的食材仿佛找到了最后狂欢的归宿，尽情地释放着性情脾气。庭院上方是屋檐分割出的方形天空，庭院里摆一个圆润的土锅子，对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腾冲人来说，既是纳天赐接地气的象征，也是对天方地圆的祈福和尊重。一天的辛劳竟在这热闹的气息里化开，温暖穿梭在古老的窗棂门楣间。距离腾冲800多公里，云南另一个汉文化繁盛的地方建水，一种陶制炊具正像艺术品一样被加工制造着。昆明每天早晨这家古色古香的酒店里都会充溢着芬芳的肉香味，几十口圆肚陶锅垒起来的锅塔蔚为壮观，在热力的作用下雾气蒸腾，芳香四溢。在云南总能找到几个被叫做瓦窑或者碗窑的地方，这里的人几乎都是和泥巴打交道的。建水县的碗窑村正是云南最有名的玩泥巴的地方，粘性极强的泥巴被塑造成各式各样的工艺品和用具，经过烈火的锤炼，原来的土红变成了紫红的色泽，紫陶就成了这里陶器的统称。建水紫陶中最接人气和地气的是这种被称之为气锅的炊具，在滇中各地几乎都能找到这种形制美观、看上去更像工艺品的家用炊具。热力再次穿通气锅，食材被慢慢蒸熟，营养成分丝毫没有流失。云南名菜气锅鸡也因为拥有品质良好的建水紫陶气锅而扬名四方。李师傅介绍说，越老陈的气锅做出来的食物越香甜，原因是那些经过火焰蒸汽和食材淬炼的气锅里蕴藏着食物的精魂，在需要的时候这些精魂就会慢慢释放出来。在这家经营大理风味的饭店里，另一种形制的气锅也在迟迟冒着白烟，这种气锅有一个特制的名字，杨莲。用来密封蒸汽的不是布条或者毛巾，而是面粉做的面圈。放在底座里的也不再是高汤，而是山泉水。没有改变的是性质一样的陶罐，以及同样是用蒸汽烹饪食物的方式。蒸汽产生的高温通过密闭性极强的陶锅能把鸡肉煮得滑糯鲜嫩，辅助食材的味道也更容易进入鸡肉内。10000年前人类生活中就出现了陶器，从表面看一只陶罐一只瓷碗远不如一只铜鼎一件漆器雍容华贵，也没有金银玉石器内涵丰富。
但是今天淘气依然如此固执而亲切地伴随着我们的日常起居，为我们承载起一时一饮的繁长和琐碎。这是当我们面对一件最质朴的淘气也能心生感激的原因。几种，锅边的小一点，它要喝脏酒那种了嘛，这种它要喝茶了嘛，是吧？哦，这个作用大，这个东西它是不是零件跟那些塑料做出来的嘛，是吧？它的木头是有木头那上，它还是有讲究的。你看嘛，像这个木头的嘛，它是压轴的木头嘛，木花纹不同嘛，是吧？像这个嘛，这个是氧化铸的木头嘛，是吧？它那脏做会用这个碗的人就它会分这个木头的木质了嘛，木制品了嘛，是吧？海拔的滇西北，酥油茶对当地人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一碗滚烫的酥油茶不仅可以驱寒温暖身体，以及充饥和解乏，还可以去除因为食用肉食而带来的腻味。茶叶中含有的微量元素可以减轻高寒地区因为缺少蔬菜而带来的损害。藏民家都能看到一摞摞的木碗，它们大部分已经被酥油浸润的温婉光洁，卓朴中蕴含着岁月变迁的记忆。哦，四川的水牛，爷爷他们是八十多岁以后嘛，已经去世掉了，不在了嘛。我们是从小时候呢，九岁开始做的嘛，现在我们肯定是30多年了吧，是吧？30多年了。尼西在香格里拉是气候最为宜人的地方，周围的山都是村民心里的神山。山上植被茂密，木材丰富，是大自然给予村民们最好的恩赐。硬碗、暖碗是吧？火烧碗，哦，吃这个吃饭的碗、喝茶的碗，又是咋有道理的嘛？哦，我像火烧一模一样的嘛，像一个火烧的话，它是这一般是它是用这种嘛，这种碗不能用嘛，它也只有台台的嘛。它是就是档次就这个高了嘛，它就是。外面碗有区别的，南碗就是看嘛，这种嘛，不是像这两个比的嘛。这个南碗的款式是它你看嘛，高度，高也它高的，大也它就不像它大的。女碗这个呢，它是小巧温柔那种的，尖尖的就像女人一样的。而能否做出一壶韵味延后、浓淡合适的酥油茶，同样很考验家庭主妇的手艺。用沿着茶马古道运送来的普洱茶熬成浓盐的茶水，倒进这种藏语叫董木的木桶里，再放进一团早就储备的酥油，茶水和酥油能否最终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用木桶进行充分的捶打是关键的步骤。
涂上天然油漆，晾晒干后，就成了一只可以用来盛放酥油茶的木碗。扎西孙诺用本家秘方加工制成的木碗，用上几十年后，依然光亮如新。塑形、勾边、打磨、上漆，从原木到成品，扎西孙诺和妻子配合默契，这样的每一个动作他们都重复了无数次。距离扎西孙诺家不远的村子另一头，格马七里一家正在做着一件大事。每年的秋季，因为天空一般不会降雨，天气也不算太冷，是云南高原人建房起屋的好时节。赶在严冬来临之前建好房屋，当然少不了邻里亲戚的帮忙。而交换劳动力、互相帮忙、共同劳作，一直是这里约定俗成的规矩。一盘晶莹透亮的琵琶肉，一碗热气腾腾、略带咸味的酥油茶，一份素炒青菜，荤素搭配，营养均衡，让帮忙的邻居们迅速恢复体力。虽然新的炊具已经进入幸福村人的生活，但平日蒸饭、炖菜、煮汤，特别是打酥油茶，依然保持着原样。喝酥油茶用的最好器具依然是泥漆木碗。居住在亚寒带、寒带的云南人善用木头，而居住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的云南人则把竹子用到了极致。元阳老虎嘴梯田，老陈最善于做的美味是竹筒饭。当年长成的嫩竹子是烧竹筒饭的好材料。里面垫上一层笋壳，防止熟透的饭粒和竹子粘连在一起。淘净泡上半小时，烧出来的米饭才软硬合度。喜欢吃味道更浓香的，则在生拌上火腿腊肉。但是老陈一家更喜欢的是这种不放任何原料的，这样能吃到新米原汁原味的清香。在柴火的作用下，热力穿透新竹和笋壳，慢慢作用到稻米身上。相比元阳的竹筒饭，傣族地区的竹筒饭就显得纤秀苗条。生活在竹林里的傣家人以竹为伴，以竹为友，竹子早已融入了傣家人的日常生活里。入口子既可以起到盖子的作用，也能让蕉叶的清香沁入米饭中。在烈焰的炙烤下，竹子会分泌出汁液，俗称竹沥水。新鲜竹沥水本身就是一剂药，有清凉败火、清肝利尿的功效。竹沥水混合进米饭里，不但融入竹子的清香，还能中和消除因为炙烤带来的热毒，并帮助肠胃消化。以竹林为伴的人们运用天然烹饪器皿的材质和药效，巧妙地为食物提香并防止疾病，不能不说是一种无以伦比的聪明智慧。经验，艾琳一眼就能分辨出竹筒里的米饭是否煮熟。和老陈用大刀劈竹的做法不同，傣家人剥竹壳显然要轻柔缓慢，小心翼翼。
慢慢剥开竹子的里层，清香立刻喷出，薄如蝉翼的竹瓤附着在糯米上，像透明的糖衣。除了竹子，用菠萝做器皿也是傣族人的智慧。大个头的无眼菠萝，把菠萝肉整块取出，切成丁块，和紫米搅拌均匀，再回填到菠萝里。十分钟，一碗清香酸甜的紫米菠萝饭就出炉了。自然赐予云南人的绿色器皿中，光洁碧绿的芭蕉叶算得上是最实用的一种。一片看似水嫩的芭蕉叶，也能爆发出令人惊叹的忍耐力。正是利用这种韧劲儿，傣家人发明了一种叫包烧的烹饪方式。做包烧金针菇，加入了各种香料的金针菇被严严实实的包裹在一片芭蕉叶里，放到炽烈的炭火上，叶子里的水分让它不至于马上被烤焦。此刻芭蕉叶不但保护了食物的汁水不外溢，也保存了金针菇的鲜香味。投生火焰的竹筒，只用一次就算完成了一生的使命。他们的持久靠的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延续。而这些在反复使用的炊具，他们的魅力不只在于能烹饪出美味可口的饮食，更在于随着时间的流逝，附着在他们身上的情感和记忆还会更加的芬芳，更加的清晰。事儿似乎每天都会来临。中缅边境的陇山县，景颇族小伙董都龙今天也要迎娶缅甸姑娘许麻图，他们要以景颇族传统的方式迎接亲朋好友的到来。常年高温湿热的气候使景颇族形成了偏好酸辣口味的饮食习惯。今天的婚宴同样没有繁复的烹饪手法，大部分的菜肴都是凉拌菜。除了简洁而不失热闹的婚宴，崇拜自然的景颇族还有一种传统的宴席，因为盛菜的器皿独特而得名，人们给它取了个形象的名字，绿叶宴。一大早，南波就为今天的绿叶宴忙活开了。南波采摘的这种植物叫酸荞，它可不是用来做菜肴的，而是用来代替盘子和碗，成为盛菜的容器。有疏散风热、清咽利喉药效的荆芥，有着特殊的香味。无论是凉拌还是冲菜，生活在湿热地带的景颇族和傣族人都喜欢把荆芥作为提香的佐料。一切材料准备就绪，南波就要开始做菜。鬼鸡这道菜听名字多少有些怕意，但它却是景颇族各种宴席上不可缺少的菜肴。煮好的整只鸡直接用手撕开，让煮熟的肉少接触或者不接触金属刀具，是云南少数民族保持食物原始鲜香常用的方法。
包起来。这道工序南波交给妹妹来完成，她还要做一道最具特色的景颇菜肴——包烧肉。包烧是生活在北回归线附近的景颇族傣族独特的烹饪方式，用新鲜的芭蕉叶包裹住食材，然后用草木灰把食材烤熟。烧出来的菜肴不仅口感鲜嫩，而且能够保留食材最原始的味道。成家立业后，兄弟姐妹们不能经常见面，今天的团聚，南波很高兴。吃饭前，他特地换上了景颇族的盛装。如果用立业当晚不算最稀罕的事儿，那么宴席上怎么没有一双筷子呢？原来传统的立业宴，景颇族人都不使用筷子，而是把叶子当筷子使用。而这也是为什么景颇族人家的立业宴上绝少出现煮汤类菜肴的秘密。南波家的这棵柚子树已经栽了20多年，每年南波最盼望的事情是分散各地的兄弟姐妹们能聚到这棵柚子树下，品尝最想念的家乡菜。一般而言等同于药味，是味觉中最难忍受的一种，也是厨师们想方设法要摒弃或改变的味道。但吃苦恰恰是云南菜的传统，有意保留食材中的苦味也成了云南菜的一大特色。恐怕没有哪个地方能像云南人一样如此娴熟地驾驭苦味。对食材的调洗、调和、烹饪，保留一部分的苦味，恰到好处的苦味，不仅能表现食材最新鲜的一面，也让看似没有什么章法的云南菜，有了苦中才有真味的生活哲理。下期请收看《味道云南之甘苦轮回》。花儿香，一曲山歌。